大家好，我是白龙。我今天没有玩游戏，我今天要做一个非常无聊的实验。我觉得等一下的结果应该会蛮惊人的。我待会会在这个地板上，这个位置，随便啦，这个地方点一滴红茶，把那个红茶慢慢搬运走的画面给录下来。因为我家真的非常多的蚂蚁，然后也是一个观察大自然的方式，大家期待一下吧。杰克，这真是太神奇了，一滴红茶都不剩。哎，不是，我一开始也只有滴一滴而已，一点红茶都不剩，真的太厉害了。所以以后我吃东西啊，掉屑屑啊什么的都不用管它，因为它一小时后就自动消失 ，magic。好，那这个影片就大概拍到这边。如果大家喜欢看这种实拍的无聊小短片的话，可以留点意见在下面，让我知道哦，让我知道下一部影片可以拍什么。好，我是白龙，敬请期待下一集的实况，拜拜。